白小飞，我的身边发生了无法想象的灾难，我要活下去，并且救出更多的人。小 A， 我一定会把你救出来的。嗨，师兄的粉丝们，师兄手游已经上线了。我本人也成了师兄手游里的 boss， 被大家无情的暴打了，求放过，求放过。师兄手游里白小飞和陈小歪成了好基友，共同对抗狮王，拯救世界。师兄，国漫第一快感射击手游，快来下载吧。哥，你把我们救出来不逃跑，反而来到电脑店里上网，看来你要去建网中心呢。别吵，我给你们每人弄一个防师兄歌曲，还好我的 U 盘里有对付师兄的次声波歌曲，不然我们能不能在明早之前赶回去都成问题了。哥，虽然我才18岁，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撸多了，眼睛看东西模糊。哎，这个文件夹写没写的啥呀？车震是指汽车在行驶过程中震动的频率，没啥好看的。那我们打开看一看汽车震动的频率呗。看看，快扶我起来！车有什么好看的呀？真不知道这些怪叔叔干嘛这么激动。我也去看看。小朋友不要过去哦，那边的东西可不健康。哇！这是我最喜欢的布加迪威龙。可是为什么有一个女的一直在镜头前面乱晃，妨碍我看车？哥，我已经忍无可忍了，你快下个驱马补丁，把这个女的去掉。我到底在做什么？全部倒来！我不是来玩的。来，每人一个 MP3。我在里面放了一首次声波舞曲，师兄听到会跟着跳舞。哥，你确定这玩意儿有效果？快拿一个我出去试试。牛奶，你一个人在哪儿？没做什么劲儿啊？真是心累啊，带着一群二货能安全离开 H 市吗？哇，两只可爱的师兄哎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。我也来。这小子搞什么？音乐开这么大。高子，赢了这么多师兄。小龙，你又是什么时候跑过去的？小龙，你是如何做到的？爱你们哟！有次声波开路，一路畅通无阻。到了，前面的坟地烧烤就是撤离点。门口有一个巨大的飞行器，车
离时间提前了吗？牛奶，我们去看看。好的。白先生回来了。不是，怎么回事？是不是要提前撤离了？军事基地被师兄攻占了，我们必须马上撤离。快上飞机。滴滴滴，为确保安全，对所有人员进行身份扫描。介绍一下，这是炎黄十二生肖智能机器人。基地被灭，我们撤离要全靠它了。白先生，其他人都已经在飞机上等你了，你和你的朋友快上去吧。哦，对了，飞机上还有一个必须送出去的重伤特能人员，叫于小佳，他说你是他的朋友。滴滴滴，等一下，公民白小飞，你怀中的感染者和头上有手的不明人员禁止登机。你大爷的，又是这狗屁机器人，你们领导呢？我要和人类沟通。国家公务人员胡爱才，我拥有优先登机权，请尽快登机。看来国家还是没忘记我胡某人呢。儿子，还有那龅牙，我们是 VIP， 先上飞机。白先生，飞机上只有这个机器人，你看你的朋友已经……等等，不是，头上有手的这个家伙不上飞机，但是我怀里的女人是我的爱人，我给她注射了你的疫苗，请无论如何都要把她送出去。我也是你爱啊！季老，我不放心你上飞机，和我一起留下来吧。白先生，你不准备和我们一起走吗？是的，有了次声波，我觉得要离开 H 市也没那么困难了。我要继续救我的朋友去。哎，博士，你只需要说飞尸主的爱人是你的研究对象就可以登机了。小青蛙出来了。那啥，小萌呢？我知道尸主在担心什么。维新施主在照顾那个叫小佳的女子，并不知道你回来了。既然你心意已决，我便去沟通下带你爱人离开 H 市吧。不是，我的朋友就全部托付给你了，我相信你的疫苗以后一定能治好所有的感染者。维新施主，我不要走，我还要去找妈妈呢。乖乖的啊。什么东西？滴滴滴，数据反馈，战斗机超重。是人类，是人类。啊，这个师兄看着好面熟啊。此生波对高级师兄无效。小鹿，赶紧上飞机，不能让他毁了飞机，我来引开他。哟吼，四眼三炮兄，看这里，美味的人立在这里哟。主人，再见了，朋友们，你们一定要安全地离开 H 市。这么夸张？直接用房子当武器，这师兄好像是我遇到的最大的一只了。哎，我说，怎么还不开飞机啊？啊，你们没看到外面那个恐怖的怪物吗？啊！战斗机承重有限，现在超重了，无法起飞，我在想办法。什么？那赶快减重啊！那断手断脚的胖子，还有那个变异类的女人，机器人，我以国家干部的身份命令你，马上舍弃飞机上那些没有价值。让开，小飞哥哥，不要扔下我！不要出去啊！重量减轻了，马上起飞。美女，你东西掉了，不要跑啊！死龅牙，敢推我，下去吧。都下去吧，人越少飞机飞得越快，机器人马上起飞。你做什么？还有人没上飞机呢。承重正常，起飞。叔叔，哎，这么大的怪物，要是飞机飞得慢了，大家肯定都会死吧。人都坐不下了，竟然还带着这么个动物，能减轻一点是一点吗？兔兔，叔叔再帮你一把。你他妈做了什么？哼，要不是你的作用大，老子把你也给推下去。肥猪怪，受死吧！啊！
房内寂寞的人喧嚣不知停息，彼此想要什么危机，为什么一定要轻轻欺骗自己，谎言许诺吸引真心，总还有人在渴求努力。